其实人生最重要就是在生的这一段，如何互相的互爱，互相的照顾，互相的感恩，互相的祝福，互相的成就，我想这就是最重要。等到了死了以后呢，呼天抢地不已的，反而呢让已经往生者心不忍啊，而且呢挂碍很多。所以啊，假如有人要问我说啊，人哪往生去的时要念什么经，我都感觉哦，念心经最好。因为呢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远离颠倒妄想。我想呢，这是最重要的哦。啊，这不是用念的，讲两百多字，安尼就是功德。最重要就是用上，我们要用上。所以还是呢，天天呐、啊，分秒不空过啊，步步踏实。